因为我想让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都特别甜。是杭城人啊？是啊。怎么，你也是？对，我们家富县的。您家哪儿的？你是富县的？我就在市区。哦，那我们离得挺近的。是。你们富县的那个一中是省重点，我初中的时候差点过去读。我就在一中读的初中。是吗？嗯。那我差点可以成为你的师哥了。地狱真是很奇妙。几分钟之前，这个人还和其他客人一样，都是漂浮在这个大都市的浮萍。现在，却感觉他的身后蔓延出了根系，变成了一株很实在的树。而且，这株树的根系是我熟悉了解的那个叫做家乡的地方。他也变得特别亲切，好像成了认识多年的朋友。十分钟之后，学校门口见，我们去看电影。嗯，我有事儿，今天请假。这样，我忽然想到小时候你也这么背过我。你还说长大之后要娶我。呵呵，哎，沈侯送倩倩回宿舍，这才是校园恋情的正确打开方式吗？我早就说了，他跟严小晨就是为了面子，现在呀，总算拿对剧本了。所以在你心里，我们俩的关系只是雇佣关系，我付钱，你陪我演戏。严小晨，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喜欢我？同样的问题问你，你呢？你真的喜欢过我吗？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？当工作。当工作？我一直以来求着你、缠着你、扒着你，我为了你，我连尊严都不要了。我呢？我的尊严在哪？这一切不就是你跟他们打的一个赌吗？杨小晨，你对我从来没有动过一点点心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